如何使用智能跟随模式。打开手机蓝牙功能，关闭手机竖排方向锁定，运行 DJI Go App， 点击连接设备，点击屏幕左下角的智能跟随切换按键，连选或框选拍摄目标，手机云台将开始自动跟随。点击录像，录制跟拍视频。智能跟随过程中，如果 App 提示目标丢失，搜索中，请重新选定跟随的目标。如您遇到任何疑问，欢迎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。